真真水的厝叫做富国卡肯国凯道吉兴康，汉字写作是福康馆光会堂贵宾馆。因为1910年时阵，伫福冈开了一个共进会，即、這个就是来宾的接待所。穿过这个门了后，就是内底的健康玄关。你要看这个门本身就真水。以前的门。富国家的古迹无真多，因为拢去予美军给炸甲白白白去啊。即今日来的刀手饼就是食道食堂，即马咧卖是法国餐。即暖炉是用大理石做的。我当咧研究即个花纹是硬起的还是打起的。这是模型，哎，后壁敢阁有一间？这有一个故事是咧介绍着富国家现代建筑。实际上，伫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的6月19日，造成了900人以上的死伤。修复时阵有真侪物件爱换，但是伊拢甲旧个零件拢甲藏在遮，互人会当参观。即、這个你会使甲摸看卖。伫希罗马大厅会当看到两座非常优雅的楼梯，楼梯的采光做了嘛非常的好。伊个俘虏洗身躯个所在有分做是洋式佮日本式个。内底有用动画，互你知影讲，以前若是为即个窗门看出去个福冈街景是啥物款。直接会当予你体验穿热多罗，也就是古早衫的感觉，看起来东寝室较豪华一款。这间留落来做利用，除了有真侪富国家的故事以外，头前嘛留了一个广场，让人伫 weekend 的时阵会当办活动，真好。